市人花瓶岩的海边戏水客真的好多，有人游泳，有人浮潜，还有人玩立式划桨，或是一起划个透明独木舟。充满阳光的大海上与海水共舞，享受清凉。只是想玩的话，得要有点耐心哦。岸边一堆人在排队，有人则是有不同的玩法。全家大小或是三五好友一起包游艇出海，来趟海上之旅。到了定点浮球之后，教练带着整个游客去玩这个水上活动，光看就觉得畅快。天气好热，有人戏水消暑，有人则是吃冰解热。现在就有爱来加奖海龟冰，这是什么？海龟。岛上才有的海龟冰，大人小孩都爱。还有几家人气冰店，蓝 K 也都没断过。从台北来的，用什么方式来消暑？任何吃冰啊，喝饮料啊，泡水啊。台中哦，中部过来的。有没有比你们那边天气热？这边比较热。游客来自北中南，这也让店家的生意跟天气一样也热起来了。礼拜六跟礼拜五都明显有回流。增加多少？就是销量。大概一半吧。疫情趋缓，大家开始外出游玩。南台湾度假胜地小琉球游客潮再现，店家们终于不用再苦等客人，打算这个暑假能赚一波。华视新闻处林平、许富杰，屏东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